阿妞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实在不想再拍影片了，可是他就是给我跳出来锦鲤了。花锦鲤真的是名不虚传，所以下次来看一下我们的锦鲤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今天真的有很多的影片拍好了，还要进行后制的部分哦。刚才刚刚打完画本，然后点开我的师傅的画面，一点开他就给我弹了个锦鲤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是我的台服升到87级的时间啊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锦鲤了，看一下橙色，富可敌国是什么锦鲤呀？我们去找富可敌国。走走走，我觉得每次看到朱小月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那个什么刘勇又要出来了。刘勇这个万年的工具人，到底要做多少年的工具人？还是他一辈子都要是工具人啊？哎，我这个角度没瞧好，没看到人。宝藏，我想不到，不敢想。白玉京的宝藏，白玉京不是我爹吗？那不就应该是我的吗？富可奇妙花，帮我花了三个价钱买了三个线索。哎，又是解谜的部分了。我可以去，不过不是为了什么财富，谁说的？我就是要钱，好吗？第一个线索，正静欲动重变，复生复死华年。好了，要去问刘勇了。刘勇这个万年工具人。少侠，你又遇到了什么问题？工具人，我来找你了。工具人，众君欲动，运重变，复生复死复年华，相周何处？哎，阴阳报复，那不是真武吗？对，你看，哎呦，我理解能力 OK 的，影片拍多了，真的是。好了，我们来去阴阳报复的地方。如果你有收看我的影片的话，一定会富可敌国，天天报复。来喽来喽，其实香蕉也蛮好看的，因为我喜欢大红色。哦，他进到阴阳暴风，哦哦，这是要破阵法的意思吗？嗯，这个是绿色的树，是白色的树，所以是要开花的意思吗？这个三个蜡烛，四个蜡烛，这有一个三个蜡烛。二好了。顺时针，哦，这样好了。就这样破了，原来哦，这个数是231啊，这就顺时针啊。那个来逆时针看看，逆时针就是312312，这是二，哎，就是顺时针跟逆时针的部分了，记得啊。我们的绿色的数呢是231，我们就是逆时针的部分，哦，顺时针的部分。白色的数呢是312，然后是逆时针的部分。开宝箱，开宝箱。中年微风难静，四气微霜。这是哪？没有什么想法哎。
有想到雪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小月，哎，不是，是，哎，工具人，我又回来了。中年微风南进，四季变宜红霜。香洲，这不就是我们传送点的地方吗？鹤峰慕天居，先去鹤峰看一下。鹤峰我是有去过，鹤峰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我真的没有来过这里耶。然后他说没有，这应该是，哦，这里拍影片拍照真的很漂亮，我师娘就说这里好看。我今天没有重启，有点累个。哈？又要弹琴哦？你就没有提示吗？想不开吗？弹绝音吧，弹公爵羽智羽公爵羽智商，觉得绝音很好用的感觉，然后破阵然后都弹这个，他是有多喜欢？哎，真的是绝音啊！香，哎哎，我是迷了路吗？往这里走吗？哎，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。哦，这里好漂亮啊！万峰石路白灵，倒映平商出红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好了，我们要去找工具人了。我们每次遇到朱小月，然后就要去找工具人。工具人，你好惨，你一定是全天涯迷到 M， 所以一到奇遇就找你的人。对，不到奇遇，然后不到朱小月，然后跟你没有八竿子关系。不过你虽然是博学啦，但是工具人称号真的是脱不掉。哎，香洲是真我的理解，我真的不了解。我因为我在香洲待的比较少，你问我东岳，我还蛮了解的。什么东西？你还工具人？你还要喝酒？现在工具人都那么难伺候吗？哦，这是付费服务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当付费服务好了，他去给你买酒。老板娘，我来买酒啊，喝女儿红啊，谢谢老板娘。工具人，酒来了。哎，你就不能走点好路吗？一定要走这种莫名其妙的路？柳先生喝酒。映山红为杜鹃花，杜鹃港。哦，我真的不知道香洲还有杜鹃港这种地方啊。所以开满了杜鹃花吗？走了，我们去杜鹃港了。我真没来过，我看起来还不错哎。哦，这是一个很适合拍片的地方 ，OK 的，我们标记它一下。遇火则生，遇冰则灭。啊！我最讨厌破解这种机关了。遇火则生，遇火则灭，遇冰则灭。
这不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破案的那个最后一个破解之声那个吗？这是要跳上去吗？双火相融，独一而生。双火相融，独一而生。那我先挑红的，两个火要同时，那就先跳火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行？密的，我去找蓝色的。冰火并行，至高则生。哦，是我理解错了，至高则生。冰火并行，至高，这个冰。哦，理解了，我理解了，要找他那个他提示的那个东西，先冰火啊，这不是最高吗？至高，那就是山高还是柱高？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冰的焰哦，这个是至高。啊，我理解了。所以第一个是要先碰它，触发一些任务。根据它的引导，一封心念，一物一线之间。好了，我们拿到这个要前往一线天。一线天是我们之前拍照的时候都会去的地方啊，它会接到我们的图鉴。你现在应该不会有那个，就是地理之天啊，是那个还没有破了吧？正常那个应该拍完了。哎，香洲其实认真去看的话，这是一个很适合拍景的地方。其实虽然很多的山哦，但是风景也非常的特别。你看这个，哎，这个真的还蛮适合是，这真的蛮适合拍的，拍片呢，超级。一线天来啦！宝箱我来了，宝箱。玉金军首领，这不是我爸的手下吗？将军，跟我回家吧。哦，是个妹子。我不想打架，我真的不想打架。寻宝，我也不知道白玉君的财富或许是李唐留下的。香洲哪来的宝藏？别浪费我时间。哎呀，我给你留个照片好不好？看起来你长得好看的样子。他说没有宝藏哎。我们回去找朱小月就知道了。那朱小月叫我来的，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的。哼！少侠，宝藏给《道德经》。这里面放了《道德经》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不可敌国啊，真是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但是我收获了新的妖饰哦。哎，这个妖饰就很像紫飞鱼哦，可是我还是喜欢紫飞鱼，因为它会吐泡泡的感觉哦。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有抽到那个我就是比较刮的比较多，它会有小特效的部分啦。好啦，这就是我现在遇到的这个奇遇哦，我这奇遇有点多，天哪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！我这奇遇的有点多。对，我来看一下我们大宋锦鲤的部分。然后这锦鲤有点，
有点多大，我有点不好意思给你们看。哦，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景点的部分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一下吧。祝你好运连连，跟花精灵一样遇到好多的精灵哦。